如果今天不是赎金拜托你，你会帮我吗？今天就算他没开口，我还是会帮你。没有人可以逼我做任何事情。大家都很关心你，很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结训。谢谢。我那边地还没有扫完，我先去扫地了。小王，快走啊！夜宿了，林姑娘跟你讲什么？没有啊，她就说叫我坚持到结训啊。他怎么那么好哦？他有什么企图？他要不爱你？乱讲话，回来啦！各位眼前看到的器材是待会要给各位操作的三角瞄准练习，目的是为了要训练各位的瞄准能力以及姿势的稳定度。如果你没有正确瞄准图的概念，你所瞄出来的点就会乱跑。所有人每人五把，每把三枪，班长这边会用口令引导各位，握射预备，请角度三十度握掌，托底贴，确实做好，发力往前，确实瞄准，班长，上背往前，比肩清楚拉比。第一把，第一枪，动枪不动靶。看我们部队多精壮，一路山河声势雄。左往前，左手托腮。赵雅芝，你在调什么？报告班长，瞄不到。那班长站在你面前，这样你瞄得到吗？啊，清楚了。你旁边的李书记已经完成第一枪，你到底在干嘛？连枪都没有放好，再做一次。好了。第一把，第二枪。什么话？用手比啊！第一把，第三枪。动吧，动吧，不动枪。Thank you.
三枪做好的人，助教将三个点连起来，用规格板量一下。好，第二把，第一枪。动枪不动靶。没有山不能跨越。第二把，第二枪。动靶不动枪。用心立下诺言，有时不能改变，有梦不能实现。第二把，第三枪，动吧不动枪，迎接每个考验。海阔天空是我的地图。好，一样，三枪做完的人，助教将你的点连起来。用热血燃烧黑夜，等待最灿烂的日出。助教起，看阳光与我赛跑，风雨和我狂飙，我的骄傲。我要检查，每个梦永远比天高，一颗心为希望在跳跃。郑光鑫，脚打开，游行腿啊，脚打开，脚跟贴地，你们动动动什么动啊？看前面，好。范子安，你这什么姿势？乌龟啊！报告班长，是。绿蜥龟。何宽亮。有。怪不得周班长会说你是睡梦罗汉。报告排长，我刚刚没有睡着，我只是打哈欠而已。理由那么多，我真服了你。一次打十个。不要。怀疑啊！四秒，站着、啊。废话，动作快。这什么姿势？班长，指导一下。站着练习，枪托低颈肩窝，鼻尖轻触拉比，撑好。是。聊什么？哎呦，班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山上来的啊，山上那么多动物，我在以多目标训练。还没有？刚刚班长是这样教的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你干嘛这样做？帅啊！帅？我看你是油，油腔滑调啊！你干嘛？油腔滑调。秋瑾，起！涉及预习，在那边给我嬉皮笑脸的，搞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想上课是不是？到后面去给我站着！
站好。你瞄什么？看前面啊，眼睛还没给我乱瞄。自己说有效果。头发掉，你在看哪里？你敌人是这边是不是？你敌人在前方啊！郑光兴，看前面，你的脚是怎样？刚刚排长是这样教的吗？打开一点，太开。给我看前面，脚跟贴地，贴地啦，听不懂啊。板凳区休息，所有人起立。举刀，举枪，看我。板凳去休息。听说你想要买地是吗？不知道你那块地想干嘛用的啊？哦，来来来，谢谢你。好好好。其实我手头上很多块地，而且这些卖主啊都非常想要卖。我相信如果价钱让他们满意的话，肯定都会卖的。有影？哇，你上好啊！啊，说唔知讲哦，王爷降价之时，我要出一块宝地啦。啊，我是咧想讲哦。在咱这个半山啊，有一块啊适当的地哦，要甲庙起起来，啊起好，才甲王爷请回。哦，是要盖庙是吧？嘿嘿。安总，无吹哦。哦不不不，我突然想到有一块地非常适合盖庙，不过今天那个资料我没有带来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明天再来一趟，把那个资料给你看一下。好好好，你明天再查。好的好的，好，明天再来一趟啊。啊，对对，差点忘了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一问。好，这个啊，我女儿的生辰八字，我想帮她问一下姻缘。哦，姻缘哦。哦，一些姻缘有较慢呢，啊，到二十六岁才碰呢。是讲即卖少年拢安尼啦，拢嘛慢婚。啊啊，因家己有家己的想法啦。阿玲，你卡来大殿者。好。
来来来。进彩哥啊，刚才王爷怎么说的啊？嚯、哦，王爷讲恁查某囝这算重灾命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都三分命，七分爱靠打拼。这下摆是大头家，赚足侪钱的啦。啊，恁查某囝是咧做啥？啊，他是军人。哦，军人，啊，你做兵了？哦，这有官运呢，这下摆做大官呢。但是恁啊，即阵硬要求姻缘哦，今仔去妨碍着伊的官运呢。其实是这样啦。他爸爸呢也是职业军人退伍、我是不希望他一辈子都当军人啊。我自己嫁给军人这么多年，我知道很辛苦的、老公呢常常不在家，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来，夫妻相处的时间也少，说要有什么家庭生活也不太可能、对啦，那你这样说是有影啦。那能不能请王爷帮他改个命还是什么的？行你啊，但是你要把你们女儿带来这里啊，给王爷给指示一条明路。哦，这样啊，啊，那好，我尽快把他带过来啊。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差点忘了，来，一点点心意啊。好好好，贪财贪财。我明天再来啊。啊，平平人的查某囝，啊，平平在做兵，人的查某囝做官，啊，阮四儿啊，做奸啦。打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叶硕，打得太好，吓到自己啊！来。给班长吓一下。哎呀，哦啊！我的确是吓到了。叶硕，你应该是班长看过有史以来最大的三角形。海长不是有说过，准确度越高，三角形越小。你这样实弹射击的时候要怎么打中靶？我们遇到敌人的时候，敌人都会在四周，所以我们这样可以打中比较多。你以为这是散弹枪啊？乱枪打鸟，打中一个是一个，是不是？我眼睛不好。你眼睛最好了，你忘记了吗？你体检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你想要退训，所以选择作弊。你自己不是说过，你想要努力跟上大家的进度吗？包班长，叶硕他心情不好。让他结束。我在帮他调试，让他调试打靶打得很准。闭嘴了，赵子。叶硕，待会练习的时候专心一点，把你的准确度提高。报告老师。哎呦，不错哦，都打得很好，继续保持。谢班长。王曼丽，报告班长，我觉得我枪是歪的，他让我打不准。我看你是左边瞄成右边，右边瞄成左边吧？应该没有吧？你真的可以跟叶硕两两一起结拜。会两两练习的时候，给我专心一点。如果不想要被人看不起，不想要输给十八连的女兵，就给我打准一点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各位，班长在叫你们回答的时候，大家大声的附送，有没有听到？有。朵拉。班长，再一次，
明白吗？明白。对嘛，这样才对啊。包班长，我知道，不要让潘朵拉班长不开心。叶叔，下课后过来找我。报告，是。下课后过来找我。报告，是。叶硕，如果你要让我开心，你就打靶打准一点啊。报告，是。小毛。哎，平常叫你们两个好好练功。不好好练，脚放下啦！很痛哎、欸！不是我在讲你们两个啊，丢脸呐，丢脸！叶叔的三角形这么大，你们两个乱射乱瞄，真是的，他可会被班长跟排长电死！宽谅啊，宽谅！谁叫你把屁股穿那么高的、啊？万亮姐，戳到了啦！下车。哦，谁干部都没讲话，你叫那么大声做什么？嘿，二师兄，你调皮嘞！啊，我们家国良善良好说话，啊，你们两个也争气一点。单单一个预习练习，你们真的就是射击预习啊！哎哎哎，偷偷都调皮了，调皮了，你们都调皮了，那说服你们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的。媳妇啊，自己还不是一样被电啊，媳妇。嗯，对啊，二师兄，你不要那么调皮好不好？哎，你们两个要专心，调整姿势。呼吸均匀。哎，对嘛，国良，你这样教我们，我们就懂啦、啊。哪像那位师傅一直念，一点都没帮到我。宽谅，你怎么这样可以怀疑师傅呢？师傅不是一直在念，师傅是一直在激励你的。你又戳到了，很难专心呢。激励，火鸡哦！如果打靶靠激励有用的话，干嘛训练呢？你看国良叫得多好，又帅，难怪可以当军中情人。啊你呢？真的那些死老鼠啊，怎么叫？死老鼠！不要给我笑，好了，我只要跟你们两个讲，你们两个啊，悟空、沙悟净，到时候正式来的时候，不要被仙姑笑，有没有听到？你也是一样啊！二师兄，你总是这么调皮嘞！嘿，珊珊惹人厌呢。是没有救。哎，朵拉，你要去哪里？哦，我要去营站买个东西，怎么吗？哦，没有了，刚在休息区看你在接电话，该不会是网友打给你的吧？是我妈打的啦。哦，是谁跟你说我有网友啊？没有啊，就那个南营站的妹妹姐说的，而且她说你的网友啊是来自三重的。停。小镜头。以后不准再提起这件事。
其实我觉得网络交友也不错啊，而且这是一个很棒的交友管道哎。我也在想，我想要创一个账号，我就叫做龙泉寂寞的老周。学长，你也会寂寞？会啊。我寂寞寂寞就好。好，那你一个人寂寞寂寞就好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。难道你不觉得，因为我的寂寞，凸显了这世界的精彩？因为有我，这世界每一个角落都需要我。我就是那寂寞的老周。朵拉，懂了，学长，你有看？学长，刚那一段就当作不存在啊。两箱，两箱，五箱好不好？五箱什么？五箱乖乖。大叔，你那个货挡在门口，这样我怎么进去啊？那你还用推车放在那边？那个小刘嘞？小刘他辞职了。辞职了？你新来的？是啊。小刘每次来的时候，他都会把车停在外面，然后一箱一箱的搬进来。你一次来你就把搬东西搬到这里来，然后用推车，你干脆要不要把车开进去放算了？对不起哦，我马上把它挪开。对不起。一下嘛，我以为。学长，你也来营站啊？朵拉，我以为你在营站里面。没有啦，我刚刚去营部先签署一些宣教资料。哦。妈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最近很常来耶。最近啊，新兵人数增加，货也增加，我当然会常来啊。对，班长，那路哈已经清空，你可以去买东西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对，朵拉，你不是要上课吗？对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刚刚本来想买饮料，算了，我喝水就好。爸，我先走了，爸，拜。班长，路清空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潘爸爸你好，我是去年刚从两栖调过来的中士班长周学文，请多指教。清空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潘爸爸你好，我是去年刚从两栖调过来的中士班长周学文，请多指教。我记住你了，谢谢指教。潘爸爸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力气很大，我可以帮你出公差。不要了，你不是要上课吗？可以回去连上，或是先报备离开，是脱离部队掌握的。好，那我先回去。离开了，潘爸，我先走一步啊。离开。Yeah.
原地处置。嗯，杀！杀！前进处置，是杀杀，右手臂要夹起来，右手臂，是杀杀，危险处置，是杀是杀。敢不敢？输的请喝饮料。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用手指头指着我的头。我发誓过，只要有人再用手指头指着我的头，我一定拿他的手指头来挖我的鼻孔。神经病！比较比啊！两位在干嘛？吃饱不睡觉？哎，来啊，你可以扶椅挺身啊。输了请喝饮料。跟谁？那光心呢？他请喝饮料。哎呦，今天天气蛮热的，好像不错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要输郑光心很难啦。OK 啊 ，OK 啊 ，OK。你不见得会输啦，我跟你讲。可以啊，来，阿锦，有，当裁判。好，所有人抓阶就定位，离开。是。Round one。一个口令，一个下上，一、二。其实你刚才做伏地挺身的时候，姿势不对，所以才那么累。身体打直，看前面，别看我。来，一、好，起来。用力。有没有？腹部用力。二十，二一，二十二，二十三，肚子用力。你在看夜宿啊？夜宿，你弹吐鱼啊？没关系，你这样会容易受伤。好兄弟来吧，站起来。起，夜宿人，李国良说，加油，一起结婚了，不是一起结婚吧？哦，就夸妹妹。来干嘛了？
连长说我不退训了。真的？因为我想要跟你还有那些姐妹一起到捷训啊。这个给你，这个是我在我们家公庙求的护身符，你不用带在身上啦，你可以放在包包啊，或者是枕头下面，然后就会保护你平安。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三一，三二，哎，哎，是是是，胜利了，耶！要喝了。哦，我就说嘛，像我长这样又矮又没有特色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追嘛？你条件那么好。根本不可能会喜欢我啊！就我自己在那边钻牛角尖。以后不要再这样随便鼓励别人哦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很容易受伤的。喂。那么认真干嘛啦？你做好忘我。做完了。废话。哦，干嘛？赌个饮料而已。不认真。哎，光兄，你怎么训练的？怎么可以做那么多下？可以叫一下吗？我看佑廷要是没打断，你做一百下都不是问题。哎，什么一百下？他两百到一千都不成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做几下都不知道，那么拼命。啊，算了算了啦，算了啦，哎、欸，反正郑光兴输了，他请喝饮料。哎、欸欸，对啊，刚不是彩排而已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什么彩排？哎、欸，你刚投过两下，你一起请啊，你要一起请啊。哦，是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不要赖，不要赖皮哦、喔，你们两个。啊，银弹倒了啦，下次再去。哎、欸，两个人一起去买啊，赖输了啦，快去买啦。郑光兴，请饮料耶。回来喽！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下午去林氏局一趟，公司也没什么事情，就回来了。怎么呢？他很期待坐飞机，整个下午跟我玩坐飞机的游戏，玩累了再睡。对了，那个小贤有打电话过来，但是他没有跟我提到彤彤要跟我们出国的事情。他哪会跟你提什么出国的事？他根本就不想讨论这个。那你今天护照办的怎么样？哦，对，领事局那边说，加拿大政府非常注重儿童失踪的问题。如果父母为共同监护人时，其中一人要带未成年子女去旅行，建议要把另外一个监护人的同意书也带着。也就是说。如果小贤不同意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带彤彤出国。那我们等他回来，我们再跟他谈啊。只要小贤同意，现在办护照这么快，不急啦。我爸妈那边，我再跟他们说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先不要跟你爸妈提。就说。啊，你就说我们公司在协调请假，我不希望你爸妈还没有见到我就对我印象不好，也不希望让他们觉得彤彤是一个麻烦。洪家，你听我说，我爸妈会喜欢你的，他们也会喜欢彤彤。
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你跟彤彤都是值得别人去爱你们的，所以不要担心，我们一定会很顺利的出国，带着彤彤去玩。如果事情能像你想的那么顺利就好了。没了。对啊，我今天有外膳假，我正准备回去看你啊。宫庙？现在去宫庙做什么？可是我现在……好啦，我知道啦。那等一下直接在门口碰面好了。嗯，好，拜。来，请两杯。喝喝喝，谢谢谢谢。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哎。金太阳。就是这个啊，跟你翕相这个啊，哦，有够搞的啊！伊也无问讲要啊什么人哦，伊就知影讲哦，伊是咧海军陆战队哦做连长的，啊，佮我讲哦，我要啊那对迄女兵较好的吼，以后伊甲小东的婚姻哦，都会足平顺圆满，无问题啦。请问这位是？哦。我女儿啦，她叫叶素娥。嘿，你认识哦？在海军陆战队受训。嘿呀，哎，李良佐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，要啊，啊不对啦，妈，我有急事啊。拍谁啦哦？哎呦，啊，这个看袂咱爽哦，连长，讲袂遐多好。亚米哦，我带来个新面包买去。嗯。黄曼丽，你的绿毒罐都是松的，这样有带跟没带是一样的。赶快转紧，你给我转错边！高雪雪，你干嘛？回去！喂！你要毒死自己的同袍啊！我们将寄了纯正信函，说要打官司，争取彤彤的抚养权。他为了彤彤，为了阿嬷，他在军中，他不可能专心的。我是担心他到最后，他两边都顾不了，到最后会两头空的。进行九秒试戴防毒面具，开始。何宽亮，有，你已经被毒死了。给你九秒钟的时间，你到底要戴多久？浪吉，你平常骑摩托车是不是都不戴安全帽？志强，不用这么着急。我们官校是四年，但他们只有八周而已。你真的不用给他们太大的压力。但我想，学长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变得更好。搞不好我才是那一个还没准备好在新训中心当排长的人吧。我已经去找过副指挥官。跟他提到国外去受训的意愿。学长，你要去国外受训？啊！子健，子健，刚刚那样子，哪叫练习啊？根本就只是在发泄吧？你是情场不如意哦？看你这样子，被甩也是正常的啦。怎么样？敢不敢跟我来一场啊？